你就是入侵者吗？一个个都不告诉我张楚莲在哪儿，我有点烦你们了。可恶！答应我，加入天下会。先等等，听我把话说完。金光咒都散掉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没有金光咒，接下来你可挡不住我的拳头。你笑什么？脑子被揍傻了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和刚见面时候的优雅大小姐比，现在挥着拳头的悍妇才是真正的你啊。那是因为我没心思再讨好你了。风小姐，这样打来打去实在是耽误事情，我不服输你也不想让，所以我有个提议，不如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打赌？怎么赌？赢你我不敢说，不过接下来我会破解掉你那些神出鬼没的拳头，做到了你就放我走，做不到我就答应你加入天下会。真是扫兴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，哼，对付你这种小丫头竟然用得着我出手。既然你也不晓得张翠莲在哪里，那对我来说就没得啥子用了。哎，牢骚归牢骚，但这毕竟是我的工作嘛。好吧，来吧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干部都不在，这时候的天下会还真不知道有谁能阻止他。那个疯婆子的厉害程度早就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了，如果要会长亲自动手，我们的脸真的挂不住啊，实在太没用了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你忘记了吗？会长这几天刚招募来的新幕僚不是正好在吗？那家伙可不是泛泛之辈。居然一个人压制住了那个丫头，陕西的贾正余果然厉害，真不愧是会长挖来的人呐。我说小丫头，遇上了我，你的运气真的不算好。他包括在苏香嗓里想碎了我的运气。
用那个气与人体中60%的水进行共鸣，就算是简介解除，总计也会直接散入体内。如何？我这奔流掌的滋味。等啊，Hello！我靠，好什么好？你脑袋到底什么构造啊？刚才明明都打实了，为什么还没有倒下去？哼，无法立即致命，这也是奔流掌唯一的缺点吧。既然如此，啊，贾正宇他认真了。这人面操舞，此后跟徐三是一国女性。在想什么呢？这可不是简单的爱情，这叫捉龙追。好，好厉害啊！是一面操舞吗？这攻击有快有准，不应该是一面操舞。一面操舞做不出这么精细的一种攻击。我觉得应该是御物。自古以来，各派都有高手精通御物，使用者会把自己的暗器当成身体的一部分。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就要用秘法以自己的气来喂养特定的物品，而且必须坚持不懈。到最后，这些物品会变成可以让使用者随心所欲操作的武器。意念操物能够操作物品，但精准度远不及御物。在古代，御物者还有个别称，剑仙。你这个小丫头也真够缠人的，能和我贾正宇坚持到这个份上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废掉你了。嘞，不错，好久没能遇到让我头疼的对手了。哼，只是头疼，说得很轻松嘛，好像你还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对付我似的。也不是啥子手段了，我来找张志磊，爷爷那个丫头说一定要穿上这个玩意儿，所以我只好勉强自己穿上。但是大叔你太高了，穿着这玩意儿我赢不了嘞。打赌？赌什么？如果你能打正我一拳，我就听你的话加入天下会。有意思，我答应你。你输了。等，还没说开始呢。一般不都会说句开始才动手的吗？哼，是这样吗？现在正式开始吧，来，准备好了。不管打多少次，结果都是一样。血，刚才那一拳划到他牙齿了。哼，无所谓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破解。怎么会？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把拳头传送到那个位置的？绝无可能，一定是巧合。这次我看你怎么办。防住了，哪怕是视觉死角传送过去的拳头全都被防住了。虽然好像是用雷法防住的，但预知我拳路的方法才是关键。这到底是？风小姐，我赢了。那么按照约定，我就先走了，后会有期了。等等。嗯，哇，怎么别说你要反悔啊。我风沙眼说话从来算数，你要走就走吧。不过你能告诉我刚刚你那招叫什么吗？真的很有意思。那个呀，我管它叫做小白虫，这是我以前学会雷法之后自己开发的，本来打算在罗天大教上采用。小白虫，下次再有机会交手的话，我就会破解你这招了。混蛋，你笑什么？输给我之后你变得多轻松啊。和我交往这件事情果然让你很不爽啊。
这家伙难道一开始就是故意惹我的？哦，对了，我问你一句话可以吗？啊？跟你爹无关，你到底在不在乎我的去留？谁会在乎啊？啊，看来对我是不怎么上心了。果然不是我想找的女孩啊，无关金钱与权力，没有手段和企图，只是把我当作最重要的东西。果然只有这样的女孩才行。哎哎哎哎，从没听说过脱了高跟鞋就能升级的家伙，这是啊，会长怎么会？老天居然会亲自出面。该死，风筝豪也过来了，不在他面前漂亮的收拾这个丫头的话，我的人可丢大了。可问题是，这样下去，被收拾的说不定是我自己。脱掉高跟鞋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可恶啊！老祖，累死不消嘞，存在这个玩意儿有好恐怖，这根本就不是人才嘞。估计要我习惯存在他大家，非得下乡青年苦工不可。开玩笑，这可是我在天下会的第一站，难道就要丢人现眼吗？而且打了这么久，这丫头都不知道累吗？早知道就不替风之豪出这个头了。嗯，没劲儿，不打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在这会儿你瞎打个球啊，我只是要找张翠蕾，你让我过去嘛，我不想再打了。不打了？我靠，这家伙眼看就要赢了，居然不打了，而且还服软了。这脑子怎么想的？是吗？想不打了是吗？嗯，不打了。本来接下来呢，我是要用权力的，可是对一个小丫头用权力好像也不太合适。你跟我打能撑到现在，也真是不简单呢。求我，作为对你撑到现在的奖励，我会考虑放你过去。那，求你放我过去。嗯，求人要讲究礼数。跪下。哦。跪下喽，我可以过去了吧？我他妈是让你给我跪下！你烦不烦哦？不对，你说的足了吗？这个样子，应该满意了啊。这东西果然好恐怖啊，高跟鞋。喂，那边的大叔，刚刚你一直看着我，能让我见张楚岚不？哼，张楚岚。好了好了，说了那么多，总之你不适合我了，只有在乎我的人才可以，当然最好是漂亮妞了。哎呦呦，好身材好身材，又漂亮又要好身材啊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之前说的炮友的事，我可是真心的呀，考虑考虑吧，不行也可以加个陌陌嘛，我们可以一起情侣对话聊天。去你妈的，给我去死！我有事必须要见张楚岚，又不能让我。而且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可能，你不会是来找我的吧？对，就是找你的。张楚岚，跟我回去吧。你这，回去？你说回去就回去啊，我张楚岚可不是。对不起啊，如果之前的做法让你很难堪的话，张楚岚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没听错。
错吧？包姐在向我道歉。啊，这家伙一个人硬闯了天下会吗？看上去吃了不少苦头，这是为了来找我回去吗？想想当时，我也有些意气用事。要不，我还是回去。问题是，你们当初是我自己装逼离开的，现在这样简简单单的回去的话，是被女色勾引回来的吧？真弱，果然是个小鬼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做的话一定会被徐四看扁的。你先让我考虑。既然你来向我道歉，那从现在起，你得听我的。听你的，听你的。无论什么都得听我的。听你的，听你的。之前那么欺负我，我也得想个法子报复一下才行。就这么办。你在我考虑好之前，你给我罚站，不许动，知道吧？嗯，好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啊？嗯，知道了。聊半天也只敢让他罚站。张楚岚这小子到底有多怕那丫头？那丫头确实让人害怕。风会长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对我的确很好，不过我想我还是得回去了。之前跟公司那边实在是纯属误会，而且你看我和那边的合同都签了，还得请您谅解我。这就是你的决定吗？算是吧。张楚岚，当我这天下会是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吗？孟正浩真心待你。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，在我出手之前。会长，或者说你打算和老夫也动动手？我来。别动，刚刚不是说好了吗？你老老实实站在那里，有些事终归是要我自己来解决。楚岚，适可而止吧。这种压迫感，天下会的会长，真正的实力吗？怎么办？会长，对不起，我已决。哎，你小子脑子挺好使嘛。小鬼，你是不是算好了老夫的身份高，拉不下脸来真把你当场毙了，对不对？会长，您不也是在试我的胆量吗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但是你能说真话我也满足了，而且你这样的年纪在老夫的气面前还能不服软的也真不多呀。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会长，我……哎，能听到你真实的想法就已经够了。那么就请回吧，和那个小丫头一起回去吧。我也想做个和会长一样的男人。真是都不错，有点抢话呀。等等，让那小丫头走，我和她还没完呢。这谁？刚刚和我打的人名字不知道。贾大师，算了吧，这边已经没事了，您还是去疗伤吧。去你妈的风正好，少说风凉话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宝姐，那家伙挺难缠的呢，怎么办呀？打吗？宝姐出手的话应该可以秒杀吧。但是是不是有点可怜？都当我是傻瓜是吧？都给我去死！宝儿子，可是你又对我……
双眼，有一种怀念正在涌现。如今何处的你，会为了些什么在哭泣？时间之海永在流逝，冲淡了所有过去，冲淡了记忆。岁月之下永在流逝，带走了过去，带走了所有记忆。每一天每一天离之处的时刻，迎接着新的一天，却又不知有何种心情。每一刻每一刻你轮回的时刻，觉得自己在探寻生存的意义。下载腾讯动漫 APP， 看《一人之下》漫画原作，提前预知剧情。